应该叫对讲起来了。来，恁老师哦。哎，两个。好，几号一家？几号无掉？还好 L 是这边的。哎，对，对面。啊，怎么这里做东西啊？好啊，现在他就是在说这边这一根，后来要做一个阀门过去。哎，你平时讲无问题啦，无好呀。哎呀，还没水啊？哎，让开水啊！被活水作业呢。哎呀，帮你。啊，小安嘞，小安到。哎呀，我拿这开两下，开两下，这让上去呀。哎，那上去了吗？去那上，你点那上，你点上哎。这个上不了，这毛病。这个他现在要做那个另外一个出来。你看我怎啊？这个是要用到这啊？是，哎，但是输到这底啊，然后我不要到那边，到这啊，好 ，OK， 脚底底上边，好，把那个管子在这边，还有一些接头，来哦，看水。水电师傅。水管。然后这样拨掉。专业的，晒这种乌的水管是搁冻入骨的，也材质了。嘿啊。哦，医生有分，啊一般呢，鸟鼠也是，一般的。嘿啊。啊。你好。你在那个工头，我看下了无？他们在对。你那安呢？啊，我他们就是要来看那个，啊，等一下还要回头。安尼我就水胶，这种果啊，我会记它用到水，用到水它就会凝固。专业的，你要我拿我这要安尼拿哦，啊，这个角度上过来吃，哦，来，九十度这样，好。哎，师傅啊，是这样。这么好嘞啊？接落去一定漏水哦。一定嘞，无漏水。哎，啊你啊无漏水，你啊无漏水，咱来吹我呢。无漏水。我上次叫你点我。这个因为无漏水就是讲啊，阮厝内底无水啊。这个是一种幽默性谈法。那个弯头我的。来，哦，他现在就是要做这样，因为那个伊个啥，他接过来的时候那个阀门是这样子的。然后想要帮阿一补光的，啊，这讲较好个无？这种的，啊，用个较大机落去震。会使安尼问者，为啥要做90度？那直直过无较顺？会使安尼哦。
哦、所以算这水电的工法了，对啊。无，因即卖着规定讲爱到接头。哦，你无爱互你安尼，咱嘛真奇怪哦。对啊。因为我接头愈侪愈熬流水啊。对啊，爱都无爱啊。这怎么真奇怪呢？好，来这个九十度哦，这个部分要把它接上。嗯，安尼等下接嘞，安尼就当通水啊。嗯。落空。哦，对，还袂落空呢。然后这个就是要先让它凝固，然后先微调的。然后这边，你容易爱变就过吧。啊，听喂，爱变就过吧。听无？变就过啊。听无？唔免啊。啊，换鞋啊，换鞋啊。我话你唔是鞋类。哦对啊，臭鞋啊。别跟我闹去啦！我安尼无面子呢。阿舅，你遐够有臭味，你就出来。来哦。来。哎，伊要落空纸安尼直接小小安尼插落啊，你真巧呢。好聪明的呀！那那本书钻木取火啊，那呢？哦，对，把骨给丢下来了。对啊，这叫钻木取火啊。哎，就是钻木取火，对啊。我好搞巧，已经瘦嘞，啊，才落。咦，奇怪。来哦，开始哦。这个非常之重要的。哎，但是安尼，哎呀，无锁牙嘞，安尼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哎，中有一块树林夹。哦哦，伊多少夹一个拍片？哎。哦。真巧了。哦，小我搁退烧啊。退烧的话，再烘一烘一下。刚好这个强力手电筒帮他们师傅那个补光，插进去。那哦，开啊！哦，压力呢？哎呦，林老师哎，啊，水开来了呢，啊，电啦呢？我要修，我今天上水来了呢，我这今天活水作业。哎呦，出来了！哎，边干嘛去锁起来？要办也不要紧。哦，真专业呢！我看做这真不简单。哇，真的，真好厉害啦！好，OK。看那下头。真专业呢。我要去哪？今天就好了。然后来那一边，啊，这怎么做一下最后是安不了的回填就好了呢吼。顺利啊！啊，这大概。因为我是无主之徒啊。无主之徒，哎呀。因为我无喙齿。哎，所以伊安尼水已经落，啊，就若无流水，就当贴起、粘起安尼啊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哦。啊，今仔拢有水啊。谢谢啦，好，我感觉恁是来做伟大的。这个吼，就刚好看到这个画面，把它，哦，我们就记录重要的关键就好了啦。因为那个施工非常的辛苦，我们就是，哦，大概这样子。哎。有呢。哎。大概一二，迄落啦，高度大概128啦，128。哦，这个那个工程真的是非常的浩大哦。然后现在已经完工了，要回填了。哦，然后那边的大哥水表都接好了。啊，就这样子哦，完全滴水不漏。
然后等一下要回田，回田的部分，来这个，这样，还搁空起来，嘿，出早规个贴袂呢。后来讲奇怪一下啊，我知影，他这一个为什么要留这一个洞，我就觉得很奇怪。伊这怎么是摸起来对这个坑我下里来底啦？啊，然后里面那个从这样出来啊，这个洞到底是对？怪手电脑阁真光呢，对啊。我刚才出动，我上光的来，我们来拍怪手要上车了。哎，唔是怪手啊，无怪手还阁回填呢。伊即摆换这换拍头的这个监视工。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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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我一只安尼臭半尔嘞，我拄一只要叫叫的，这只叫叫要落呢，啊，这奇怪，真奇怪啦。